这个感情里面既有现实又有浪漫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的心里其实一直还是有你的，而且我高中那个同桌，我跟他也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，以后也不可能，就我希望我们就还能继续走下去。其实我一直什么都不图，就图你对我好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祝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计划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我女朋友恋爱两年了，她为了我来到我这边工作，可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容易生气，现在她没有工作了，这段时间她心情也不好，她想回去了，我现在很纠结，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回去呢？爱情是融入生活而不是占据生活，女朋友自己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去选择，所以让她自己去做抉择吧。祝你幸福。